欢迎来到节目现场，现身边是香港的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先生。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，等一下这个游行的你们的打算是？本来我们是一个和平的集会，我们向警方的申请一个和平的游行给拒绝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在集会已经满的时候，我们走到街上去，去实现我们的权利。